和闺蜜互换风格是一种什么体验？这是我闺蜜平时的风格，淑女名媛风，好绝。这是我的风格，甜酷女孩风，又甜又酷。哇，你也太华丽了吧！来到女明星的家，今天我还不是为了怀疑你。今天我来看看小仙女的衣柜，就是那种超级华丽，然后用这种名媛风的裙子，我真的是每次都穿过。我感觉这裙子，我只有结婚才的时候才能穿，你身上那一种，我真的这辈子都没穿过。你身上的衣服我也是结婚才见过。你穿过吗？今天那么火的没穿过吗？没有。等一下，我就换这一套，尝试一下，开始改变。Later， 感觉好像妈妈跟女儿。她真挺像的。可是我不是一个成熟的阿姨。来吧，展示。然后就到我了。再看看第二套。感觉这个穿起来可以带风，然后穿起来可以再来一下草地。还得是你。我也带了一套皮衣贝拉风，等你肯定可以穿。你没有试过吧？没有。开始改变第二套。Later。从来没有穿过这种沙沙的，你的衣柜里从来没有一件皮衣吧？太酷了，第一次穿这种，我觉得你还可以哈。来吧，展示。新人们期待的 baby。轮到我了。No is I love so much, so we have to love.这两套换装你打几分？下期更精彩哦。